嗨，大家好！汪丽今天陪人喝了哦，你喝了吗？哦，今天汪丽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最爱，就是我们陈燕的佩人。那佩人的话呢，有佩人跟佩人低。那佩人低的话，就是说我们一些现堂的人士，他可以选择我们陈燕的佩人低。那佩人的话呢，它是含全面性的一个营养成分。那应用我们陈燕低温冷冻干燥法的一个制造方式呢，就是可以完整保存我们这些蔬果的营养。那营养丰富的麂皮大豆啊，还有20几种的蔬菜水果，都是纯天然植物调制而成的独特配方。那我们陈燕的配人呢，就是说大人小孩啊、孕妇啊，还有就是这些生病的老人家啊、卧病在床的这些病人呐、啊，每个人都可以喝。最好就是说早中晚空腹就是饭前各喝一包，这样子的话，对于你每天的这些纤维啊植物性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呢就非常的足够了因为梦丽的话呢就是使用我们陈燕的佩仁低那佩仁低的话就可以控制一下我们的血糖问题你不用担心说你的升糖指数，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每天安心的来饮用。那每天的话呢，佩仁低也是我的营养早餐之一啊。那佩仁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替代我们平常喝的这些牛奶啊，或是说你都买一些高脂肪的这些饮品啊，那如果说你改用我们陈燕的佩仁啊或佩仁低的话，你真的可以摄取到比较多的纤维，还有高植物营养素啊，还有这些植物性的蛋白质，对我们的帮助会比较大。那佩仁的话呢，里面就是富含有大豆啊、香蕉啊、桃子、凤梨啊、柠檬、芦笋、大麦呀、绿花椰菜呀、卷心菜呀、甜瓜还有胡萝卜、柑橘皮呀、蜜瓜、豌豆、梨呀，还有葡萄柚是不是很多？那如果说各位每天喝、每天补充这些免疫细胞它得到营养之后就不会有失调的一个症状了。那没有失调，是不是你的身体就会很健康了？所以说不要小看我们这样子一盒里面有30包，那如果说佩仁的话，平均一包才36块那其实呢这样子的投资啊，对自己的健康啊真的是很有帮助。所以说呢，梦丽每天喝，真的每天都喝那我现在的气色啊，真的看起来有比较改善很多。所以说呢，身体是不会骗人的，只有自己最清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从我们陈燕的佩仁早餐来开始改善吧，跟梦丽一起来喝佩仁好不好？让自己身体健康。以上是梦丽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